手做，变成 Oreo 冰淇淋。进来一点啦，我们怕被喷到了。会耶，会啦耶！就是出错哦。哇，好疗愈哦，真的很疗愈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egan， 我是小肥。是 Jason 出了这一款夹心冰淇淋，但是呢，听说坊间有蛮多就是可以自己手做变成 Oreo 冰淇淋的做法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大挑战。没错，因为现在大家未必要出去买，自己在家里做也可以。对，所以今天要来试试看，到底自己做的 Oreo 冰淇淋跟坊间的 Oreo 冰淇淋哪一个比较好吃？看一下我们的材料吧。网络上呢找了一个非常非常简便的做法，只要三个步骤。来，我们来看一看会不会成功啊？虽然讲很容易，但是呢，手残也可以变成小厨娘。第一个步骤呢，先把 Oreo 饼干捣碎。嘿，嘿，凭我们的怒火，我觉得够。嗯，天哪，好多哦，好肥的感觉。接下来是神圣一刻吗？对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马力的速度可不可以承受。很猛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先站远一点，我真的很怕被你喷到。进来一点啦，我很怕被喷到啦。不会啦，会耶，会啦，会会。那我们现在就用一支来试试看好了，不知出错。天哪、啊，为什么做东西这么难 ？Ready Go， 还是到处乱喷。哦哦，哇，变得干干的感觉，但是这样够吗？这个质地你看，跟香草冰淇淋有什么不同？三二一，奇怪，我明明没做什么，我只是站着，却有一种游泳沉船的感觉。沉船啊，殊不知才进行第二个步骤。刚刚还说简单三步骤，我实在太憋搞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看到这些大量的乳制品，莫名的疗愈。你慢慢倒，我轻轻拌。好，哎，慢慢，我很慢呢。我发现拌下去之后啊，很汁哎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们就拌匀就对了。因为说不定鲜奶油冰到冷冻库之后，它是不是会改变？好没信心哦。我们需要物理老师。我需要阿基师。最后一个步骤，我们要加我们的 Oreo 屑屑。哦，哇哇，这锅跟我们刚才一开始的鲜奶油好像没什么不同。有啦，又比较熟啦。我们刚打发的过程去哪了？步骤完成了，现在我们要送去冰箱冰，至少要冷冻三小时。对，到底这一碗工会不会成功？嗯，哎呀，三小时过去了，过了超久的，该弄几个小时吧？都是因为臭冰箱害的，冷冻库根本就不冰。对，害我们买来现成的 Oreo 夹心也融化了。第一个看看，嗯，我觉得很幸福哎，很像布朗尼的那种蛋糕皮的感觉，这样更好吃啊。嗯，可是我觉得意外，因为我本身是脆皮主义者，很好吃。好，我们现在吃了这个之后，我们脑海中要记忆这个味道，然后来跟我们自己手做的 PK 一下。我们拿它的饼干，然后来夹我们的冰淇淋。对，哦，然后这样子，那我们的口感就会跟这个有点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它这个饼干是比较脆皮的。嗯，这才是我印象中的 Oreo 啊！我真的是脆皮爱好者哎，我喜欢它的。烤的那个饼干的脆度我不喜欢，没关系，反正都给你，硬的都给我吃。可是它这样包起来之后，我反而比较尝不出来里面冰淇淋的味道，我单独吃一口看看好了。对，我觉得要单独吃一口冰淇淋，奶味好重。我那时候还一直想说，哇，它的外形跟哈根达斯的巧酥冰淇淋87分像，我以为味道也会一样，后面然后奶味真的蛮重的，很像那种单纯奶粉泡出来的感觉。对，现在要评分，这个他们自己 Oreo 本人跟我们做的 Oreo 夹心，你会给多少分？我给9分。自己做的嘞，虽然是自己的孩子，这真的扶不上台面。
味太重了，除非你真的很爱奶味。包在一起的话，7.5吧。我好像可以跟你刚刚好相反呢、欸，因为我真的太爱 Oreo 脆脆的饼干，包在一起可以忽略它奶味的部分，所以我可以给它9分。Oreo 本人，因为它外面真的太像蛋糕了，所以我可能给它7.5。啊，跟你相反。我觉得有一个原因，为什么是我跟你相反了？嗯，因为我昨天那一夜啊，对，我去拔了智齿嘛。哦，对对对。所以，对，现在只能是软的东西。好啦，我们还要同场加印一个，因为这个冰淇淋呢，我们看网络上也有人把它做成圣诞，我负责挖，你负责装饰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怎么那么不圆呢、啊？你知道很难挖吗？好，装饰中。好疗愈哦，真的，真的很疗愈哎。除了包 Oreo 的吃法之外， hey, 还有圣诞的吃法哦。就是加一些点缀之后，其实我们原本看起来就是拜拜的一盆，就会变得好像变口气了，变口升了一阶。万一在家很无聊，也可以做，然后还可以做完之后，还可以把它做的高级一点。对，好吃哎、欸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拍照打卡上传 IG， 真的，不错哎、欸，可以沾各式的点心棒，还可以加在就是松饼上，整个下午茶 set 完美。嗯，那如果你大胆一点，可以沾洋芋片啊，沾麦当劳薯条啊，应该也 OK 吧？变甜咸，甜咸口味。对啊 ，OK， 大家学起来哦，在家记得有空来做一下，体验看看到底哪一个东西比较好吃。没错。